直播把9月6日讯，热刺中卫雷尔通坑的合同将在本赛季末到底。球员本人在接受比利时媒体采访时透露道，自己希望俱乐部将自己的合同延长一年，同时他表示会尽力保持健康，以达成在数年后仍能够踢英超的目标。我的合同本赛季末会到期，热刺可以按照原有的合同延长一年，我认为俱乐部会接受这个选择。当被问到计划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，这名31岁的比利时中卫表示，在这样水平的环境下完成职业生涯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这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，我会尽可能的保持健康去应对这个水平的比赛。没有多少球员在36或者37这样的年纪仍旧能够在英超踢球，但我会尽我所能。